月姐携手大狗拿捏九级龙虾职业哥。昨天晚上网卡哥让泡芙一晚上输了3万多，约好今天叫上自己的顾陪职业选手一雪前耻。这位职业选手究竟是真的职业选手还是职业吃虾选手？哎，哇，你今天这么准时啊？准时，我们还有位男嘉宾职业选手呢。我去看一下。这个是职业哥吧？不是，又是昨天那小子是吗？昨天就是他让我说很多啊。就是你小子是吧？昨天我不在而已，今天我打完比赛了，好好收拾你。哟，上来就是收拾大狗，只能是肯定的啊。昨天让我福姐那么难受，你等着吧大狗。好好好，我等着。好吧，我等着。行，你先给你自己收拾收拾干净啊。我昨天赢他3个 W 吗？说你昨天欺负他啊，今天我必须帮我福姐找回场子。职业哥一上来口气确实不小，听起来确实很有实力的样子。泡芙没有跟你说规矩吗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再好好详细再好好捋一下，别到时候你反悔啊，别到时候。啊，放心啊，不会。他只是来打的，我才是老板。对呀、啊，月姐是老板，我只是来操作的。今天多少一个头？今天多少一个头？先说明。老板说啊，老规矩，老规矩，还是跟昨天一样吗？那100个头吧，100个头是吧？对，行，嗯、对呀、啊，老规矩。都听见了，不准反悔了。先打吧，好好打吧。哇，没办法啦！我换把枪。完了，断错，废了，你真的废了、啊，又废一个了，废了。你杀了几个？哇！牛，死完！没了，哇，没了！这个人怎么这么呆啊？这个人，昨天是打得很厉害啊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点累啊？累了，断触呢？说三，你又断触 啊！昨天的回忆，昨天那个回忆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感觉你们两个真的啊，你们两个是他不熟啊，我跟他不熟的。放屁不熟，绝对不熟的。他跟你是完全一个人，除了声音不一样，知不知道？不可能，师出同门，真的。我跟他又不熟，还要很少说话的跟他。你不是答应我今天好好打吗？职业哥早早就坐在观众席，为了挽回面子，就一直是大狗打的，不是呆子就是演员。牛，死完，全死。牛，演员，觉得你请的演员。不是啊，这把他意外吧？哎，不会吧？今天打了比赛，这狗杂你要不要拿啊，月姐？我有一把了。不要狗杂，我有一把，我有狗杂，还没吃。你有吗？那我拿两把吧。没办法，一直忙着，还没吃饭。啊？今天打完一直没时间，就没吃饭。没吃饭啊？没吃饭。这不赶紧过来帮你吗？这几个人回来了三个。我打的太晚了，怎么行啊？你今天又打了一天比赛啊？你现在在家回家了是吧？对啊，我现在在家的。哦，可以，那我还给你点昨天那个小龙虾，可以吧？吃得饱应该。可以，但是今天。全死，没了。你是其实可能吃不下吗？要不我多点一点吧。好、啊，可以啊，一点的话不够吃的应该。你有多少斤啊，兄弟？泡芙人怎么这么好？泡芙这个什么？没有龙虾就本来可能就不太顶饱吧。我给你这个，它一份是3斤的，我点3斤。点三份吧，9斤啊！你一个人要吃9斤虾呀？九斤虾呀！一个人多吃点怎么了？啊？你吃9斤，你多吃你吃9斤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们管得着吗？好，吃9斤小龙虾。你吃9斤？我福姐就是宠我，怎么着嘛？今天打完比赛可能有点累啊，多点一点吧。对啊，你再怎么累吃9斤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多累能吃下9斤虾呀？啊？一个大，这就是一个大男人的。你是准备请你一整个俱乐部都吃是吗？我一个人吃啊，这就是我的正常饭量而已。没关系。我知道。蚊子，月姐。哇，月姐，你是我的神。你这不行啊，大狗。我刚给他。
我给你点了，他是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能送到，因为他有点晚了。现在一个半小时、OK， 没事的，我能撑住。先试点我给你买的别的，你垫一下吧。上次不是还给你买了那个那些什么三只松鼠那些吗？月姐，我也有点饿了呀。月姐，你想吃什么？说，你别想了，你别想了，大狗。怎么了？你吃还我还只有我福姐这么宠我，你别想了。我也好饿呀，哎。也是。带着我福姐一起啊。大狗都十五伤了，应该也不是太饿，不像你零伤，是挺饿的。不是鱼塘菊而已，鱼塘菊。没事，他没吃饭呀，他今天打了一天比赛，很累的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我有问题，你吃了酒精消，你等我能不能杀到九个人呢？肯定能的啊，不是你瞧不起谁呢？没有啊，我开个玩笑啊。哇，对面来人了，把我打职业的，你以为开玩笑的？有四个，哇，演员，纯演员，瞎了是吧？这直接开过来，直接直勾勾的开过来。死完四杀，哇，牛，没了，一个人吞，我都没看到下面这两个人，看清楚了操作没有？职业选手，太假了，纯演员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训练赛有没有演员？不及我万分之一，训练赛肯定没有的啊。那你训练赛能杀多少个？一般也就十来杀吧。真牛逼，训练赛能十来杀，经典落地成功，走吧。这把只是饿了，晚上还没吃饭呢。对，没吃饭。你不是刚过完生日吗？刚成年是吧？你记得？对啊，我现在是185。你是替补吗？没成年都上不了首发，知不知道？你现在绝对什么替补啊？没成年上不了首发，退役了。那一年就退役了。哦，打了一年青训退役了，那有什么用吗？什么退役啊？这是比赛，什么退役？别乱，小伙子不要乱讲哎！来，你说。哎，我福姐的头，哇，27杀，辛苦了，牛，真能 K 啊，真能 K。加号在哪？加58个头，一个头100块，不知道今天能赢多少。你队友是闪边呀？对啊，不是你笑什么？这就事实啊。好吧，他肯定是职业选手啊，他去打比赛的时候，他都有给我拍过照片。你不会是坐在替补席上拍的视频吧？我福姐知道的，我是不是嘛？我肯定正式选手的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先操作，你老板都死了，真的小心心。刚才 K 吗？被啥 K 了？赶紧杀点人啊！我能 K 你啥头啊？不是我月球那边就一队人的呀。你到底行还是不行？没什么实力的叫。你应该问你 K 的行不行？那我们分开走不就好了吗？一直说 K 的，那分开走好吧？你走右边，我就走左边。那个40杀的话还是作数的哈，小小月。一直都作数。你好好打了。行。一直都作数的话，我算一下。哎呀，不是你不会算数吗？还只剩哎，我还剩七亿了。要你管？屁花那么多，是不是不会算数？我算给他听的。泡芙，你看一下那个外卖到哪里了？赶紧的，不要嘴巴堵上。怎么还有3分钟啊？他已经在送货了。完了，这3分钟啊，兄弟们！赶紧去楼下迎接你的酒精箱。职业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呗，职业哥，你去干啥呀？你老板不要吗？我不想跟你待一块了。你老板不要吗？保护好我福姐。不是，这太离谱了。那带我吧，小姐姐。你为什么连你老板都不要啊？你是我老板的好朋友的陪玩，你保护一下他怎么了啊？我是你老板好朋友的陪玩，保护一下怎么了？你是你老板的陪玩，你保护一下你老板怎么了？没毛病吧？你保护好他，听见没有？泡芙，你怎么点的这些都
他是奇奇怪怪的。对啊，我怎么感觉都是牛头马面的这些人。哇，厉害厉害，这一下死完没了。他杀了几个啊，月姐？四个。现在呢？五个了，五个了。五个吗？嗯。你着什么急吧你？哎，六个了。我十五杀，我找不到人了。有种给我来一万个人，我全给他杀了。一万只虾吃不吃？你管我吃不吃的，你要的。哎，小天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《欢乐喜剧人》呢？那个综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去演上那个《欢乐喜剧人》的综艺啊？那个是什么综艺啊？我没看过哎。我以前看过的。我去，倒了！是自己都没想到啊！我这怎么倒了？找一个，真的可以啊！完了，兄弟们，他骂我开科技了要！你们觉得主播这波像科技吗？他这把杀的挺多的呀。他杀了几个？月姐帮我看一眼。十个，他这十个，但他应该快十一个了。我26个了，我这把又翻倍了。何月没关系啊，肯定是我给你啊，怎么你嫌弃啊？没有，你嫌弃你老板了？你永远是最好的，福姐，你永远是最好的。你觉得月月比我有钱？没有没有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是吧？这里是最好的，乱讲什么呢，大哥？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我靠，这个男人真的真不是个人啊！我要澄清一下，我不认识他。我心里只有我福姐。不是，那你一直说月姐干嘛呀？是我给的不够多吗？因为他是我老板的好朋友啊，我肯定要照顾他一点。我靠，那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那真是多谢你了。礼尚往来呀。好好好。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昨天6点到8点那场呢，他在，他的是什么呢？他是裁判，知道吧？昨天6点到8点那场他也在，他是裁判，但是他没有打游戏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我跟另一个陪玩在竞争，他来观战，来选了一个人，然后呢，选了另一个没选我，所以说看我像挂，知不知道，兄弟们？他昨天6点到8场的点在，晚上不在，知不知道？放下来，我要带。哎，脸上有人，把我福姐放下来。哎，我真是服你了。走了。能不能把最后两个找出来，把他杀了呀？你看那小龙虾多不多啊？够吃吗？我要没透视，他要不要看看了？最后一个，可以，是最后一个。你有东西，连人都找不到吗？你别整这些没用的。拿下，拿下！我只是挡到他而已。总算是挡过了。27杀这把，月姐。翻倍。翻倍，月姐，你算一下多少个头？开始。这把重新来，200一个头，敢不敢打？敢不敢打？给你考虑一下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们敢吗？敢不敢翻倍？你在问谁敢不敢呢？啊？你是在问我敢不敢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啊、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是在问我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确定200一个头是吧？你最好是收回这句话。那就200一个头，那翻倍400，你确定要玩？一把打回来，肯定确定的。月姐听你的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接了。那我肯定没问题啊，200一个头接了，你要这么，我也没问题啊，送钱的我没办法接。月姐携手大狗拿捏九级龙虾职业哥，感觉有点虚实的人啊，11寸的还小吗？11寸的平板还小，11寸不就正常的平板吗？这么多名堂，我还是拿手机呢。平板的时候是他自己选的，是你自己选的平板啊，你不是说想要这个吗？你是陀螺仪还是走错啊？走错的呀，走错肯定要选大一点的。平板小，你拿电视机打吧，不行，怎么死了？一队人跳我脸上，给我偷了。哎呦呦，龙虾吃了不行啊！你的酒精是没吃饱吗？要不要再点一点？完了，爹，爹，爸爸，爸呀！爸，别补，我转你。我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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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别打，别打，不要打，这把放我。我求你了，我什么都给你 ，AUG 都给你。大狗，狗了好拜拜。太好玩了。老板一生平安。太好玩了。老板，一生一世平安幸福。你要的是哪一款呢 ？Pro 2023最新款那个机型的。好，要那个要多少寸的来着？12.9的，哇，真买呀、啊！肯定的啊，明天早上。你以为开玩笑呢？不是他想玩你自己的，你自己买不就行了吗？
你想玩十二点九的玩没有问题，那你用你自己的钱买呗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平时陪我打游戏啊，而且他买平板不是为了跟我玩吗？对啊，我不会为了更好的跟福姐一起玩吗？好好好，牛逼牛逼，你太牛逼了，成功男人。牛牛牛牛牛牛，真牛真牛！这把又要翻倍了。你们说的要打两百个头的啊、哦？你们说的要打两百个？纯演员，纯演员。可以啊，我又来一次。哇！哇，没跑！哇，这山上一对。你的演员也不行啊，有东西吧？你这个有什么东西啊？153个头。有东西加群演员。153个头。206个头，三把206个头，206个头，想吃不给你吃，你做梦吧，才不给你吃呢。他吃你那点破虾啊，完全不需要吃你那点破虾好吗？我你要想，我努力现在好好打人头，对吧？先赚到了原子，赚到了，然后等我结束了，我去吃好的玩好的，我不跟你一样问老板点，能懂吗？得不到就毁掉是吧？我懂你，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叫什么吗？小天，我太懂你，这太软饭了。你管我的，你是不是胃不好啊？一定要吃软饭。你管我的。对啊，等我们问他一些小细节，问他一些打职业的事，知道吧兄弟们？因为我对职业也有所了解的，毕竟我是前职业选手。那你们都不知道我是前职业吗？你打职业的是不是？来，你告诉我你哪个队的，什么俱乐部，把名字告诉我，来好好打听打听。你说什么什么俱乐部的 NV 是吗？ NV 伞兵的队友，这牛逼都能吹啊，要不要我把 NV 首发给你念一遍？NV 现在首发是迪闪比利，还有一个谁，黄儿是吧？这四个是首发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是首发不？这四个？你说呀，继续说呀。那你呢？你是说你是闪兵队友？那四个人你打五排啊？我已经退役了，现在。嗯。那你之前呢？行行行。之前也没有啊。之前职业太累了。之前是居米，知不知道？啊，你叫居米啊？这有人。真的。我问你啊，你是哪一届的首发？啊，从 XQF 到现在都是那三个人都是首发，居米、闪兵、令，你是哪个？你是哪个？你告诉我是哪个？不说问你，你一问三不知，一直说你是首发职业选手，问你一点东西也说不出来。我就叫小天啊。哎，好吧好吧，改名吧，改名叫 NV 龙虾得了。什么龙虾？你别叫龙虾，龙虾也可以，酒精也行，酒精。真的有事。你们有时候说话真的很搞笑，两百一个这太那个了，你这老板真的被你坑成这样子。我有钱也不，我也不是冤种啊。那就改吧，那改一个吧，还怎么玩啊？别听这个职业选手的了，还是两百吧。我姐，他为什么还要两百啊？老板都说要玩一百一个，你要玩两百一个，那一百自己出好不好？自己出，出不出？你不出就不要道德绑架人家。翻牌更容易点啊。你还不如昨天那个呢。你也不爱钱吗？我看你不像不爱钱的呀，你平时跟我要五倍单十倍单的时候挺好意思啊。你平板手机哪个不是我给你换的？哇！啊！啊！我操！哎，我有卡！哎呀，我的脸！哎呀，我有卡！哎呀，我的脸好痛啊！小天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爱钱还是不爱钱？我真的，我现在有点看不懂你。肯定爱钱的，报复姐，谁不爱钱呢？那你爱钱，你让我往外送钱干嘛呀？只是个意外，真的是个意外。你说咱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今天干什么？今天真是意外的。不要老是找，哎，我不要老是找这种借口，每天都是意外，不是意外就是网卡，不是网卡就是网卡，不是网卡就是断处，你还有什么借口呢？我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借口，没打过就是没打过。
爸，别呀！哎呀，等一下，哥，哥，爹。爹，啤酒零给你们爹，我不是挂小人爹，我不是挂小人爹，求你了，小姐，我真不是挂，你让我自救好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可以，哎，别这样，喊啥都没用了。这把钥匙27杀，118加200四，118，358，358，打100的了。今天我确实挺卡的。你一开始你说你下午打完比赛之后累了，饿了，加油，特种兵。我给你点了好几百块钱的那个外卖，对吧？你外卖你也吃了，然后完事你又说你平板断处，这也给你买了，什么都顺着你，你别再搞我的心态了，可以吗？很贵的职业选手，你这把能发挥吗？职业就没有你这么菜的，推也没有这么菜，除非你是断手断一只手，不然你不可能这么菜的。嗯，职业选手。网络不好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们基地在哪里啊？你们基地在哪个省会啊？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MV 基地在哪个省会？说。忘了，你之前在线下住过一段时间，都能忘了。我没有说了，我没有让你说哪个小区，没有让你说门牌号，我只是让你说在哪个省哪个市，你这都不知道吗？哪个？什么职业呢？我看你上个职业要饭的。职业吃龙虾的，别打比赛的，怎么可能的？职业吃龙虾的绝对是，连你俱乐部全名都记不住，上海 NV 腾讯视频都记不住，你打个毛职业？哎，我觉得他越来越是个假的东西了。他现在就有点死皮赖脸的感觉。我感觉他现在就是个假玩意儿，绝对不是真的。就是个死骗子，知道吗？职业要饭的，还打职业的，打职业的。我职业打比赛的。打什么比赛你？打什么比赛？龙虾吗？吃龙虾你能比赛吃龙虾吃的谁多是不是？别人吃一斤你吃九斤，你是冠军是不是？什么冠军？龙虾杯，龙虾王是吧？龙虾王，九斤哥，泡芙你被骗了。他说他今年刚成年，那他去年退的役对吧？去年17岁，怎么打职业？现在 PL 了都未成年都上不了，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个比赛。你百度查一下都能知道，知道吗？他绝对不是那个俱乐部，我都不懂这些。不是你，你干嘛、啊？你这个你有点拉仇恨了吧？他倒在你脸上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停下了，杀不了。杀不了，你杀得到我吗？很下头，这男的。你别崩了，你根本崩不住了。他是骗子，泡芙，别跟他玩了，把拉黑。你才是骗子。不是，我们两个认识了两年，你到现在都不愿意说实话吗？骗你啊！在你身上花的这些钱，我觉得人都是有良心的吧。这些钱真的，我觉得就算是我拿去养小猫小狗，他们后面可能都会感激我啊。肯定是真的呀！真的还是真的吗？你还嘴硬？我们认识这么久，那我觉得承认自己错误很难吗？你去比赛的照片，你总有吧？你去比赛的照片，你自己的照片对吧？你发我一张。你证明的是你自己，你把照片发过来，就当是我买你的照片单，可以吧？我买你这张照片，你开个价。那个泡芙姐，我想起来了，一般哈、这种比较豪华的俱乐部哈，都有每个人属于每个人队服，让他把队服发过来看一看，专属名字的有，就是比如说那个衣服背面就有两个大字、小天专属的，你让他发一下有没有？绝对有的。那你发一下这个队服吧，就当时这个队服你发给我，然后多少钱你可以开个价。我翻一下相册，我看一下手机相册有没有之前拍照的那个手机，被我丢了，找不到了。我刚才找了一下那个手机没有啊。你没有保存数据吗？你自己打职业这么重要的照片你都能丢吗？前段时间就还在的，我不知道被谁偷走了。哎，他这个不知道被谁偷走了，他这个借口吧，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明显了。泡芙，不要再强词夺理了，小田。都给我偷走了，泡芙姐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？你算算，就是怎么认识？从开始我给你打游戏，你花了得有多少钱了？没有20万，也有15万了。好吧，不需要停，不要停的。你有什么非常时期啊？你年纪这么小，你是干什么了？你是去赌博了？你有什么特殊情况？你有什么特殊情况？就是连我都不能告诉吗？你别哭了，泡芙姐。
你有什么苦衷吗？其实你说吧，我大概已经猜到了，你说吧。其实职业选手什么的都是我编的，因为我家里比较困难，所以编了这么多借口来骗你，对不起。所以你就是你就一骗就骗两年是吧？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渣男，你每天拿着我这些钱，你心里面就是觉得好意思吗？不会觉得愧疚吗？你一直在骗我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说，就是有一天我发现了，咱们两个就连朋友都没得做呀？所以我才不敢承认。虽然说骗你骗了这么久，但是还是有感情的，我也不忍心。别再打感情牌了，渣男！你不要再跟他多说了，泡芙，你就给他拉黑，让他滚。拉黑滚蛋就行，拉黑滚蛋就行。把骗的钱还回来。还回来，恶心死啊你！我真的，我无条件相信你，恶心死！真的很对不起你，胖不停，你原谅我吧。我觉得不能原谅，原谅了一次就有第二次，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，知不知道？我甚至就是说傻到因为你一句话，我就给你换个平板什么的，就是。这次单钱不要了，泡芙姐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，你真的，我这么久才不敢承认的，对不起，泡芙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就像个臭水下水道那种臭老鼠。原谅我吧，泡芙姐，我真的是不敢承认，因为我怕你太伤心了。那如果今天玉他们没有帮我发现的话，你还准备骗我多久啊？原来我是希望这辈子你都不会这么难过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吃这么，就是、还钱，听见没有？还钱，能不能给？还说花完了？把钱全部还了。花完了，你就说花了没有花？泡芙姐，我真的家里比较困难。哦，那就是花了，可以起诉了。这些钱的话，现在我真的没有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，就这样吧，你走吧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，就好聚好散吧。这个赏金赛的那个钱我不要，我要不要了？走吧，我不要了吧，要不？就别哭了。今天晚上这个头也有点多了，400多个头。不要了，大伯也说他不要了，我不要，这边我也不要了，我也不要了，这个、别哭，真的不要了。真的，这些钱就送你吧，就当我心善积德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泡芙姐。以后你也别在网上，再骗别人了，真的，你在网上不要再骗别人了。你真诚一点不好吗？以后我们真诚的做好朋友。可以吗？别在我面前出现了，再也不要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啊！算了吧，把踢了，把踢了，真的算了吧，赶紧滚蛋！别难过，没事，我缓一下情绪。那个小小月啊，你哄他一下吧。那我先走了哈，那个钱我不要了哈，你哄他一下吧，你跟他聊一聊。你等一下，就是我后天我还答应了一个朋友比赛，本来是要喊他的，但是就是他现在没办法帮我打了。哦、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想找我帮你打、那个、是吧？行，你跟小小月说吧，好吧。那个到时候安排一下哈，我是他的狗，那我先走了哈。你安慰他一下哈，小小月。